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日十二月初三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祖。先开始，咱的关心为着要对付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第三宣布讲，咱国内要开放第一类到第三类的人员，那是伫五个月之前已经做好第二档的，就会当去做第三档，今仔日就会当去做。这波对象包括医护人员、技术人员。另外，针对新加团圆过年期间的检疫，无论是七天加七天，也是十天加四天，基本了后拢爱就地采检，卖加强电子围篱的管制措施。国内新冠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8天零确诊，也无死亡病例。啊，不过煞增加14个境外移入病例，其中7例是突破性感染，这也创今年以来境外移入确诊病例一天新冠纪录。17例里面哈，那5人是渔工哈，那5名是学生，那2名是船员。那国人有3名，那其他的有2名。因为新型南非病毒株 Omicron 来势加强，为确保国内医疗和防疫量能，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已经完成做两剂疫苗，而且满5个月，应对加做第三剂疫苗，优先做的对象是第一到第三类医护和防疫人员。因为公布出国的外交人员、代表国家出赛的运动员、选手等，到12月7日，差不多有600人符合资格，对加是莫德纳疫苗。基本上莫德纳量是一定是够的，那至于要打 BNT 的话，那可能就要等这一批现在现有的手头的量先留给第二剂的人打，好，那如果再有进来的量，我们才会开放，好，给这个打第三剂的来做使用。奥密克戎到底有偌恐怖？南非上新的检测结果发现，甲 Delta 比起来，感染奥密克戎可能病毒量较低。目前抗原快筛检测依然准确，不过传播力增加对疫苗保护力影响，是不是低速等症这资料也该进一步研究？指挥中心表示，即马伫全球至少27个国家出现370个确诊病例，尤其伫南非短短1个月就成做主流病毒株。10月份的时候 ，Delta 还是占79%，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就是这样子，猪羊变色哈，就出现了这个 Omicron 为主流的这个疫情。因为春节检疫7加7或者是10加4专案，拢和外界烦恼是不是出现防疫空棚，但是中强调，不管是在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相关采检拢该做就地采检，也免坐防疫计程车到病院，同时加强电子围篱这管制措施，各加强发现防止违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预防下的注射率，头一档的注射率是超过78%，也毋过第二档敢若57%。为着要拼第二档的注射率，行政长苏贞昌是要求讲，爱伫暗时啊嘛爱设注射站，甚至嘛讲大卖场嘛会使设注射站。啊，那大卖场的业者是表示，因愿意配合。他是第一个打针。民众注射疫苗免预约，也免到诊所、人客人、百货公司都有注射站。屏东县政府甲百货业者合作，连五间设置注射站，开放民众注莫得来疫苗，避免的服务，和医生出来讲注疫苗也可以当减肥物件。就买完东西顺便来。打完针就是。打完针就是看灯了。打完针就是看病人买一买，然后消费一下。目前国内第一剂疫苗注射率超过78%，第二剂57%。因不过随着国际疫情严重，政府加紧冲刺第二剂注射率。行政院长苏贞昌有计后礼拜要注第二剂，也要求开放夜间注射，加规划百货卖场随搞随注，有排除甲卖场合作举办抽奖，刺激注射率。各县市相关可以提供方法，那么到百货公司到哪里，这个就是可及性、进便性，让他这样。那另外我们也有跟全联这边有谈，就是说他们也暂提供了174个点，我们就是全国有174个点，接种就会有提供一些赠品之类。指挥中心甲全联合谈，全台至少有174个注射场所。目前当地找适合地点，全联表示进前有配合做流感疫苗的经验，即摆会全力配合。甲落后表示继续甲各地方政府结合，注射站的位置将规划伫各店的美食街，避免人挤上客。连上班的人来说也方便很多，就不用等下班时间才去预约。
现阶段已经有在跟高雄市政府这边合作，我们提供了四家的分店，那提供消费者做施打，而且现在目前的效果是非常成效的。另外，宜港注疫苗情况，合法宜港注射率低过50%，苏贞昌下令爱建立失联宜港的防护网，佮强调即马毋是掠失联宜港，而是爱予因相信政府的诚信，安心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入侵，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讲要加强入境的规定，所有入境美国的旅客都要驾驶飞机前一天体检阴性的证明。That all inbound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must test within one day of departure, regardless of their vaccination status or nationality. And we are extending the requirement, both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to wear masks for travel on aircraft, trains,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rough the winter months.根据美国目前的规定，有超过两档预防下外国人、美国人入境美国的时，是爱甲坐飞机前三天体检阴性的证明。啊，不过即马新的规定是改做讲爱提前一天的证明。若是无做预防下外国旅客，就袂使入境美国。另外，拜登嘛要延长大众运输爱挂嘴安的规定。伫美国坐大众运输爱挂嘴安，这个规定要先延长到明年3月18日。坐飞机、坐火车、坐公车，拢爱挂嘴安。再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天气甲昨昏差不多，连个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拢寒湿湿。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嘉南，敢若8度；桃园是敢若8度3，苗栗是8度9。真侪所在，亲像台北、新北、新竹，透早低温拢无到10度。咱做伙来看温度。虽然今日透早真侪所在低温拢无到10度，暗过日时各地高温拢会回升到1度至5度。中南部只是暗时温差有15度。这两天天气拢差不多。明仔透早甲今日同款是真寒，低温可能嘛是无到10度。到礼拜日，冷空气在减弱，温度回升就较明显。也唔过到时水气也会增加。礼拜日伫北部、东北部会转做落雨天气，到后礼拜日水气再减少。做伙关心立委国家如何男朋友拍，这个姓林的嫌犯已经被法院收押。以上过程当中，又对媒体讲伊无偷翕，佮讲这是国家如家己翕的较济。国家如的律师伫昨昏毛出面八回讲，这拢是白菜话。有什么话想跟张嘉宇说？他应该很开心啊。在法警界好奇下，加回地检署审讯的十波人，涉嫌拍立委郭家祖，只是被问到偷窃，伊又还无承认。有没有私密照？有啊，我讲过啦、啊。当然有啊。是你帮他拍的，还是他自己拍的？他都有啊，我讲过啦、啊。也有他帮我拍的啊，都有啊。也有他长进的很多啊，当然有啊。但都没有外流啊。无承认偷窃，阁反控郭家族亲身翕的，都连拘禁、提示的影像威胁等，拢无承认。暗过法院认定，伊涉犯恐吓、妨害秘密、妨害电脑使用等七项罪嫌，而且多帮串灭证加反复实施恐吓等理由，在定期押进监。走路的短短的时间呢，他都能够去捏造，瞬间的去想这么多的谎话。这让高委员呢是非常不能接受，所有的影片呢没有一个是高嘉宇委员来拍摄的。对业指控郭家族委任律师，伊强调拢是事实，佮指出检方查扣的随身碟，甲郭家族看到无同，怀疑证物已经被调包，那视频影像外流，做实情报复，伤害恐惊侦判受害。普遍轻判，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无法达到第一个无法达到吓阻效果。如果达不到吓阻效果的话，那被害人的影像就很有可能就是外流出去以后再也收不回来。那对于他们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创伤。就今只是一科法金吴斌团建议设定限度下限至少6个月，搁设三度登记制，避免有人将视频影像传到云端，或者是到备份藏起来，轮做显卡有工具。国家如也以自身受害做补，提案加强对实情报复的处。希望好性温室环保好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郭家如拄到亲密暴力，妇女团体甲立委昨昏毛召开记者会，强调讲，无论是什么款社会背景的人，拢有可能会拄到这款代志，呼吁各界爱护受害者，加一寡支持。一个高社会地位的被害人，他在第一时间勇敢出来求助，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
对立委高嘉瑜，伊亲身来讲亲密关系的暴力遭遇，妇女团体感觉讲伊真有勇气，不过嘛感觉真痛心。根据统计，亲密关系暴力的通报案件数，这几年来拢伫个60,000件以上，去年更加是突破67,000件。除了是民众因的通报意识有增加，这嘛凸显讲这款的问题来发生，这唔是罕见。非同居的一个家暴的一个案件，有逐年的一个上升，言语威胁啊，跟踪骚扰，后数位科技的性私密影像，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其实下架移除是更重要的。在事件爆发了后，在网络顶端开始来出现检讨和谣言讲受害者的讨论。妇女团体因认为讲，这种的声噪，确实是让受害者因正恶劣来求助的原因。特别是今啊，有愈来愈侪去牵涉到私密影像的这个性暴力，确实是让未少加害者因安尼无咧错。那收集证据的部分呢，包含了拍照、录音、影像各种的方式的可能性。如果成为了鸡婆的路人甲，其实我们就有可能救了一个人。我们更重视的是被害人被侵害的这些性隐私权、性自主的部分。这部分的法益其实在刑法里面并不相当，我们也觉得应该要来做一个处理。目前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法规能够协助被害人要求对方或者是在平台上删除这些照片。立委王婉如认为讲，应该都要赶紧来侵害性这款影像的相关防治法，紧来个制定。另外嘛，呼吁各界都要提供被害者更加安全、友善的环境，安尼才让因愿意提出来勇气来求助。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今天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高雄文组外籍大厦毕联会干部涉嫌替毕业生的公款185万，伫半桥网站被诈骗，向警方报案。学校是表示，毕联会已经甲这个学生囡仔，也佮伊的家长达成共识，家长会分期来还钱，袂影响毕业生的权益。来关心的确保。国际奥会发出声明，讲已经甲中国的网球选手裴帅进行第二届的视讯通话，毛约克啊，讲明年正月会相见面。严格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是宣布讲 ，WTAA 是正烦恼协会烦恼伊安危，所以决定要停办伫中国甲香港所有的比赛。来关心中国时报，阿罗哈客运传出要休搭，剩下两条路线，即马拢无要搁经营啊。昨昏日通客运嘛宣布讲，伫明年的2月7日嘛要关门，安尼强调影响云林家己这个所在存在运输。公路总局是强调讲，若是业者确定无要搁做、无要搁驶，会找其他业者来驶这路线，袂影响人客权益。来关心12月18日公投要投票，第四场的意见发表会在昨昏举行。叶苏定胖的公投发起人黄树修是对反对的代表，台北市议员苗鹏啊。黄树修是提出数字，强调讲用核时来发电，当年会当省700亿发电的成本。也毋过苗鹏啊是强调讲核时是失败投资，已经开民众3000亿的税金啊。四大公投这个月18日要投票，第四场的重启核四公投意见发表会，正方代表公投带头人黄树修，反方代表台北市员苗鹏啊，一开始就讲到有算的问题。核四每度电1.46元，45入算你1.5块啊，风电光电5-6.7元，无条件舍去算5块，所以价差是3.5元。乘上每一年发200亿度电，所以核四如果商转，每一年就省下700亿元新台币的成本。根据主管机关经济部的评估，核四要盖到完至少需要800亿，但是根据执行机关台电董事长的评估，要盖完至少需要1000亿。而我们的正方非常神奇的说，交给他来做，只要半价500亿就好，这有可能吗？苗鹏啊讲，核四伫咧地动带正危险。黄树修是强调 ，S 短暂唔是活动短暂无安全的疑虑。那重启核四，北部每年会当给出200亿度清洁、稳定、安全的电。中南部每年多烧700万吨煤，抬头看那灰蒙蒙的天空吧。肺腺癌还要再夺走多少条的生命？我是雅斯伯格，我可以后天学习同理心，你们是正常人类，你们却。冷血、残酷、没有人性。在没有核四的状况之下，其实原本高雄的新达电厂已经预计在2026年就要除役了，中火已经预计在2035年除役了。正方只会喊一个口号说核四开起来，中火关一半。
但事实是核四没有开起来，中火2036年也会全部关掉啊。苗博雅也讲，核四厂是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失败一道作案。黄淑秋是批评反核团体是中共共路人，讲这是一场安全的核废料加太阳空污的对决，双方激烈攻防，拢无得让。记者综合报道。那针对第二十案海草大的公投，是红叶保护协会理事长卢冠梅对行政院政务顾问谢志成，卢冠梅是表示，咱一定要保护生态，不应该去破坏海草大。谢志成表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和保护海草搭，这是两个可以共存的方案，政府是已经有回应人民的声音。距离100公投第四场说明会第20案，另外海草搭正方代表是恒业保护协会理事长刘惠梅，官方是由代代退休教授、现任行政院顾问谢志成代表。刘惠梅首先诉求永续发展应该有明确指引，临时考核提出不应该要求7600年海草搭拔除。在环境状况好的时候，它才能够长1公分。为什么要要求7600年的生态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要求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搬到别的地方去，另寻其他的方案呢？咱的总统不是叫外人，大家的声音政府都有听到，并且展现诚意，尽最大的力量。降低三折对大潭海草搭的影响。谢志成是用台语为政府辩护，认为提案方直接将三折甲破坏海草搭画上等号，扣上大魔王的帽子，是违背科学精神。如果强定计划，应该放下国籍甲政治对立。昨日第二轮发言，老会门是强化大潭海草搭边缘27公里，政府动用相关，感性呼吁唔通损失这款的自然教授。那如果大潭早礁新建了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我想我以后可能不会带着我的孙子再踏进大潭这个区域。高铁可以，三阶没有理由不可以。我期待三阶与早礁可以成为21世纪开发与保育共存共荣的故事。谢志成最后以儿童绘本水滴的配合中，背景年代是高铁未来，再次表示三角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强调大潭海峡的未来是生态丰富的水族园区，不是正丰收过的海产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在全世界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6000万例，死亡人数也超过52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7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6626例。中国的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在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是超过49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法国也超过782万例。那德国昨天是宣布讲，针对英国内无做预防下的人，要提出封锁令，限制出入一寡场所，嘛袂使去亚丹市啊。这是由要落任的总理梅克尔和新的总理肖兹两大领导人做会开记者会同齐宣布的。伊嘛讲，未来会推出在德国强制注意防晒计划。这是巴伐利亚邦一间病院加护病房，虽然最近7天每10万人新增加确诊数的发生率有小寡较降落，不过崔丽也是有到439.2%。在即天通报的过去24点钟过新增加确诊73000例。美国人家格林家肖兹最近开记者会，宣布对无做疫苗的人实施封锁令，不准去餐厅、酒吧、电影院、加圣诞市集、社交活动受限制。Dass die Belastung in den Krankenhäusern auch teilweise an die Grenzen gerät. Wir sehen das auch an der Tatsache, dass Patienten verlegt werden. Es müssen sich diejenigen noch durchringen, sich impfen zu lassen, die das bisher nicht gemacht haben. Ich bin froh, dass der Deutsche Bundestag bereits sich auf den Weg gemacht hat, darüber zu beraten, eine einrichtungsbezogene Impfpflicht einzuführen für Einrichtungen, in denen besonders schützenswert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当局两礼拜前才甲联邦16位首长参详要采取更加侪防疫限制，即嘛拄着第四波疫情，崔里又搁开会要采取更加严厉防疫措施。有专家认为是因为注射率伤低，才68%，
甲同款是欧盟的国家比，西班牙79%，葡萄牙89%。美国的看守政府一直拢无实施强制注射令，即马各党派拢支持。伫即个月初已经宣布计划，要求医疗从业人员甲军人拢爱做。未来若是要扩大到一般的百姓，应该会自明年的二月开始实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澳盟也表示说，澳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没注意防射，所以是要求会员国要赶紧想办法强制民众去注射，来对付奥密克戎变种病毒。那世界卫生组织194的成员国也同意说，要启动谈判机制，共同制定新的协议，来应付未来还会出现的病毒大流行。与会成员国站起来默哀一分钟，要开三天的世界卫生大会，初一这天来进行上尾的议程。担任副主席的贝南卫生部长，伫个全体194个成员国全体来拍脯啊，宣布讲通过决议，要来启动谈判的机制，来制定防范甲应对全球疾病大流行的条约。Of course, there is still a long road ahead.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bout what a new accord could or should contain. But you have proven to each other and the world that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and common ground can be found.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马咧呼吁讲，各国应该都爱刷咧来合作对抗疫情。新冠疫情到今，伫个全球已经造成500多万人死亡。在最近才爆出的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来探到全球20多个国家。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记者会上说，欧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差不多有1.5亿人还没注疫苗，现在就要来讨论说是不是要来强制注疫苗。 It is understandable and appropriate to lead this discussion nowhow we can encourage and potentially think about mandatory vaccination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needs discussion. This needs a common approach, but it is a discussion that I think has to be led. 面对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来到香港界，各国拢刷咧来实施边境的管制甲旅游禁令。不过 WHO 伫个去年的2月就表示讲，旅游禁令干那会当伫个疫情爆发的初期，替各国来争取一挂时间。不过安尼煞来造成对经济甲社会真大的影响。所拜这个英国流行病的学者就讲，要来采取适当的检测甲隔离政策，安尼才会当来减慢病毒咧消灭。公司新闻郑怡人编译。其他消息来关心，中寮铁路寮沟铁路这段已经通车，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那欧盟也有公布全球门户计划，第二到2027年，伊要投资3000亿个欧元，协助发展中的国家做基础建设。这是外界认为讲，这个计划是在甲中国对峙，互相比拼。这媒体人士揸摄像机，坐辽国国旗代表色彩的红蓝白车厢列车翕沿路的风景。这是中辽铁路的辽国段，为湖南昆明到辽国永定，为车山先开通沿江州中国西南地区到辽国市场之间的运输时间加费用。按古碟为安部分是由中国公司得标。铁路开通以后，可以节省我们的运输成本3分之1。澳洲学者分析，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一部分，由中国甲辽国各投资7:3的资金比例建设。按过辽国三成费用已经占年度 GDP 的1/3，有关乎过半债务向中国融资借钱，甚至搁将辽国电力公司卖予中国企业，解决债务违约风险，搁以资源换资金的方式来行，主要向中国提供架空。Lao, prior to COVID, already had levels of debt.Around 50-55% of GDP, which for a big country that has a lot of exports is something which is viable, but for Lao, it's problematic.这几年，不少经济学者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拢烦恼沿路国家会陷入债务挂钩危机。欧盟也这时阵提出全球门户计划，要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We want to show.That a democratic, value-driven approach can deliver on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We want to show that it can, on one hand, meet local needs, but also, on the other hand, tackle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have.
澳门推出2021年到2027年之间投资3000亿澳元，支持高品质基础建设、营造型能源数位化转型、甲其他健康教育等优先项目，对抗中国“一带一路”意味真高。公司新闻，但是董炳耀。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澳门广告高层对话结束啊，有发表联合新闻稿。受关心中国在台海、南海、东海的行为，冒批评北京破坏区域的和平。在关心美国疾病管制中心表示，美国已经出现第二例 Omicron 的病例，但过这个患者并无去过非洲，患了 Omicron 确定一定地已经进入美国的社区。在关心法国媒体是曝光中国阿里巴巴在2024年巴黎奥运是10部大赞助商之一。奥会相关的个人资料，阿里巴巴也可以拿到手。法国的安全部门已经要求要停止合作。来关心开放国会论坛，昨昏在台北举行。蓝总统蔡英文表示，咱台湾伫民主的风扇是伫上头前，愿意甲各国来分享咱的经验。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拢有祝福，就来收听咱台湾。另外，爱尔兰的参议院也有通过犹太国旗，反对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联合利益开放国会论坛，初二在台北登场。这摆有几啊个国会议员来台，加伫线顶参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拢致函祝贺，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处伫民主风扇上前线，愿意甲各国分享经验。面对国际形势快速变化，威权主义持续扩张，我相信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坚实的民主阵营，共同强化民主的韧性。立法院长尤锡坤甲共同参加的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会长米德会，拢和中国提出制裁黑名单，两个人同齐气氛烧热。尤锡坤更加讲感谢中国予伊甲台湾加在米德会这款的奖励。台湾的女婿或者儿子，所以我跟米德会先生啊，就是这次啊，就是共同被颁授勋章，那对在国际上好像知名度增加不少。All we're doing is supporting democratic values. We're promoting a positive agenda for people's freedom. People's freedom to speak, people's freedom to organize, people's freedom to choose their government. 米德惠认为制裁是更加凸显中国本质，伊会继续伊的工作。即马国际间犹太空中的声量哪大，继续法国荷兰了后，爱尔兰参议院初二也通过停台决议，呼吁政府增进甲台湾互动，反对以武力解决两岸分歧。那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台湾的良善，让我们台湾能够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这个贡献，能够受到欧洲更多的注目。外交部长高兆成表示，这一阵仔伫欧洲地区看到停台声音一直提升，将会继续争取更加侪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吴立克伫网络顶头打出一段影片，这是伊进前在坐自强号的时，车厢摇来骇去的画面。伊打出来了后，讲这海的程度，未输几台车强要离去。啊，若代替是表示，这是车辆磨磨平所造成的，已经送去修理。啊，若这款 PP 自强号已经是25年的老车，6年前这款问题嘛，捌予立刻投诉，啊，毋过问题较大，拢无改善。陆客伫相关网站分享影片，伫11月30日，一个代替自强号为从华北到台北，结果车厢一路摇甲真厉害，就亲像驶伫个石头路面的感觉，摇甲亲像要解体共款。公司记者实际坐共款的自强号列车，虽然无亲像网友拄到的摇甲真厉害情形，啊，不过加速的时阵，车内物件确实摇来晃去。电台坐陆客也表示，这班车平常时都是安尼，想要休困者拢感觉无舒适。睡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睡觉，会不会觉得很恐怖？是不会到恐怖啊，因为我蛮常搭火车的。代替这款 PP 自强号的车是民国85年向韩国现代晶钢买，迄个时阵编列150亿预算，现代晶钢开出72亿设计得标，买400台，目前线顶还有381台，已经造成31列次。因为路线东部、西部拢区无包含支线，是代替自强号主力车种之一，不过已经超过15年，影响品质。而且设计抢标了后，维修零件常常欠料，后来因为改造脱离伫台湾的维修监管。代替干能家己检修，代替飞行车的摇甲遮厉害是车辆磨合无平均地数，已经劣化。
经过我们反断检查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车轮还有八个车轮都有磨耗的现象，所以车轮我们都会重新进场去做一个选销。前几天也有其他的车长也有遇到有发生同样状况的 PP， 都是有旅客反映有震动这个问题。负责做那个列车检查的师傅他们也提到说，其实 PP 会震动就是老问题了，那因为就是老车。代替三峡工会表示，不少车长拢接到旅客反映 PP 自强号高速度油较正厉害。第一线观光也跟您汇报检修单位观光，希望代替赶紧换新的，唔通让老问题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问题了了，伫前两天啊，阁发生一工内有出现两站事故，这让交通部长王国才是真生气，即马决定要甲公务处长换掉。在花莲万荣段车厢分离的复兴号列车，第三十甲第四十的车厢目前已经接倒转去啊。这班车在初一暗时啊，车厢向向分开，尾啊代替证实是有铁棒啊在铁机路内底，才会造成事故。也那工程是由铁道局代办的。另外，德鲁古主工号初一嘛叫更调焊掉，加在无人伤亡。今年台铁事故的统计资料，截至八月为止，已经发生至少33件一般的事故，其中包含23件民众误闯轨道的事件，跟6起火车出轨的事故。事件之后到现在，过去这半年，检视了所有全台湾的工地，我们的防护没有做到到位嘛？台铁连续一直出代志，调查的不是美甲，也大大影响旅客信心。而且对在发现讲，负责代替几下个监造案的工程公司是联合台地。四月份在鲁谷自强号发生事故的时阵，涉嫌暗勘甲停报假的工程进度，也佮有初一在鲁谷自强号去有钢条焊着，这个案件的监造商嘛是联合台地。另外，台东的边埔工程施工的风雨无够，方下令停工。也佮有旧年底代替瑞丰的边埔房立，受委托去执行边埔检测的，这招招拢是联合台地。现在很多都是在第一线。所有要求四个处长要深入地方哈，来了解每一个工地的状况。我国在讲代替当地做改革，不过前面很有真侪机制要加强。我家嘛关心代替公司化进度。台铁的改革在中长程关于所谓的公司化的改革部分都在进行中，对内部的工会等等的沟通是有必要的。那这部分并没有卡关。行政院强调讲，院长苏贞昌对代替发生的安全问题，拢有伫掌握。嘛强调讲，代替公司化改革有持续伫进行，相关的沟通到一个段落了后，正院拢会加速相关法案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国中的一个查某老师，伫咧引导囡仔过车路的时，互一台弄红灯的轿车弄甲挡伤昏迷。这件意外是引起教师团体不满，认为法规法律也无规定老师爱去维护囡仔交通安全，认为这嘛甲教学的专业无关系。这是希望政府会当重视老师的安全。外面正抢兵，学校的导护老师才当举旗啊行出来，要引导学生过车路。就去予对向弄红灯的黑色轿车弄到。这个事故发生伫个初一早起7点外，轰弄到的是高雄凤翔国中的姓杨的体育老师，目前因为头壳内底有出血，手术了后搁伫个昏迷。预计希望3到6天，他可以恢复意识，可以清醒。那如果脑压有下降的话，那应该就是比较没什么事情，所以这几天就是黄金期。这个人弄到姓林的驾驶，甲警方讲，伊是当官要上班，才会无注意到红灯。酒醉了后，并无饮酒赛车的情形。不过，赛车的人落红灯，佮违规正越，也无让行路的人先过这种行为。学校的老师讲，这种情形是真常快，而且大部时都要烦恼家己佮学生的安全。有些摩托车，他不管我们有没有站在那边指导护，还是有学生经过，他还是照样就是会右转，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在那边。学校的导护老师、甲志工家长，唔是警察，无法度要求赛车的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加上教师法并无明定老师有做交通引导保护工课的义务，即卖老师因为负担这个工课，有安全的风险，嘛引起几下教师团体的不满，讲要发起不合作的运动，让老师免阁做导护的工课。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嘛呼吁市府都要明定出导护相关的法规。高雄市教育局表示，目前是采用警察、老师甲志工三方面联合导护的方式。也会收集各间学校的意见，甲高雄市的教师团体来讨论，研究出改善的方法，确保做导护工课时阵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基建发展法是规定111年度开始，中小学必修的本土基建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妈祖语和台湾手语。本土基建确定对明年开始会增加到中学，高中一年啊、甲二年啊，一礼拜要有一节课，啊，若高中是增加两个学分。请大家收看公共电视。吴秋季将近30年，吴秋南这年来协助真济听力障碍朋友，今年下半年参加台湾秋季教育志愿人员42点钟的培训，摕到证书。上这个课42小时里面有蛮多，大概20几个小时都是属于手语语法，还有手语教学。那其实让我很惊艳哦，其实手语可以这么科学化。那时间稳准，伊想要去中小学教台湾手语，这个希望111学年会实现。因为教育部伫89处考信分组会38处考信大会了后，授试时规范完毕，中小学必修本土语会如期上路，学生会为闽南语、客语、原住民语、闽南语甲台湾手语选一个。小学每礼拜一节，高中一二年每礼拜一节，高中是增加两个学分。包含原住民族的语言啊，有非常多的语言，可能在目前来讲，师资的这部分啊，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何文忠承认本土师资是一个挑战，特别是成功高中校长苏明峰也讲，校内老师有原本教学佮培训意愿无关，爱考袂少，教资真悬，若本土语选的学生上过少，会以线顶强学引进。目前规划两学分伫高职开设。所以我们会等一二的时候才开始上。一般学校大部分都会把这个课程放在弹性学习时间。教育部表示，高中本土语两个学分以第一学年开设为原则，会用在其他年级实施。也就是讲，若高中规划高三学习了才排职，也不是袂使，只是高三到高职强强，正做学习空旷，阁有师资难题，是不是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传承阁维持多元语言文化发展，强强是一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新保记也要对生活中做起，屏东来吉乡公来吉乡的图书馆就趁疫情期间做整修，即马重新开放啊，有增加一个儿童专区，伫内底就专工藏真济作记，也有原住民文化的绘本甲囡仔册，毋忘传承在地文化。屏东的来吉乡立图书馆前一阵仔都完成整修，因为作记和原住民文化的资源有较欠缺，即马图书馆也特别设一个儿童专区。将相关的绘本甲故事册集中做伙，在原乡，原住民的藏书真的非常少，特别是幼儿教育的这一块，所以就在想说，透过藏书的一个扩充，还有办理阅读活动，还有就是文化教育的推广，结合图书馆，还有我们的主语语推老师的一个。教学的合作，让我们的民族教育在图书馆也能够继续的进行。现时疫情已经较等候，图书馆也举办一挂阅读活动，邀请家长带囡仔来参加。除了推广作业，也希望培养出囡仔阅读的兴趣。不只是对小朋友们有帮助，而且对家长也是有帮助。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父母亲都不会讲主语嘛，一般的故事书，然后我们翻成我们的台湾主语，让他们一起去学习。屏东来吉乡是全台湾百万原住民人口上侪行政区，来吉乡立图书馆设立儿童专区，提供族语和原住民的册，也举办相关活动，鼓励民众接触族语，也会当更加了解在地，希望珍贵的原住民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牡丹乡的石门国小，当年拢会安排学生囡仔去深山那来在上课，和因伫个山顶家己采茶、家己养花，向大自然学习。要让孩子了解英国祖先的生活方式。一群大人孩子哪个准哪听老师介绍，因是伫咧去古部落的路林。屏东牡丹水库起好了后，真侪原住民的古部落遗址已经淹伫咧水底，因那无就是伫咧管制区内无法度接近。为着让现代囡仔会记哩英国的生活方式甲环境，石门国小当年拢会办活动，带囡仔登去古部落过暝。之前老人家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种稻，很可惜，因为法律的规范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很自由自在的亲近自己的土地，所以在滑的当下其实很多的感慨啦。
除了亲身过船啊，登去古堡路，体会登厝的遥远路途。学校嘛，给囡仔家己搭便啊，机会，你也我家己想办法煮食、穿困的所在。唔忘利用这款方式，学生唔难会当学到自然资源的知识，嘛找到甲土地和平共处的方式。他在告诉我们他在马绍尔群岛的朋友，他们那边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听到之后，我就觉得现在世界变得很恐怖，然后我一直烧不起来，然后服务就帮我加很多木材，我讲说好了就好了，然后讲说我要让你烧得开心。每一种文化拢值得尊重甲学习，搁较免讲是家己祖先的传统文化。就算讲现代社会渐渐失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厦门国小嘛，毋忘利用课程的方式，互部落的囡仔真歹乡土。记者总报道。新竹市的南寮大道风波影响真剧烈，即马有立委是批评讲，新竹市政府最近是要求消防人员去扫，批评无尊重消防专业。新竹市南寮大道因为常常有风飞沙，各号志提醒驾驶要注意。不过时代力量指出，最近有消防人员予人要求提扫帚来扫风飞沙，即期这是无尊重专业，而且造成消防人员的过劳情形更加严重。消防是来救灾救人的，如果有太多这种不必要以外的业务分散了他们的时间精力，那在面对这个重要火场紧急的判断的时候，这样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先紧急的清出一条安全的一个道路，公处的工作人员也到达现场，哦，机具也到达现场来做处理。好，那我们就交给公务处。内政部消防署表示，会对这摆事件搁再进行了解和调查。另外，时代力量表示，新竹市是目前唯一把抓蜂抓蛇业务交予消防警员执行的管区，别的管区拢转到其他专门单位。消防署表示，各管区这业务目前正在陆续转予其他机关。他还是要看各个县市的不同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进度。以我们新北市为例，过去当然数万件，到现在减到数百件。甚至到千件。消防署表示，新竹市完成业务转移的详细时间，搁在做确认。嘛强调，维护消防人员的权益，甲保持消防救灾专业的方向，目前正在打拼。记者郭文定、郭浩、张水、新竹台北报道。本下时间，来看连续两档摕到新竹市杰出艺文团队的获胜的剧团，创团八天八档来，一直拢是获胜上重要。透过搬戏教囡仔品德，嘛带地方的时段做伙演戏。青春咱的帮明仔七点半，咱做伙来看戏。表演风格无受限制的儿童剧团，创作的内容大部分是跟教育的议题有关系。透过活泼的剧情，让学生有保护海洋的概念。今仔日巡演的听白海翁咧唱歌，是描述一只爱唱歌的白海翁，和已经无爱爱的希望啊，甜调的着想的故事。我感觉教育这件代志，回到戏剧来讲，我是感觉今麦这有无可取代性，好，所以叫做寓教于乐。在小朋友在现场的时阵，感受到这些戏剧的效果，伊会身临其境。团长黄冠杰第一轮会，甲陆林戏剧班已经年外，这是因在新竹庄卡成立剧团的目标之一。每礼拜上一节课。重点不是爱这一伙人表现得多好，是要让他们透过表演，每天都可以用快乐的心情和欢喜心过日。你这摸摸，你给我用到碰的。哦 ，OK。啊，这碰碰用到哪落去？哇，你当作。啊，不，你用到大你的。这你当作我这变医美诊所来了。我感觉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跟交谈，你会得到不同款的养分。你看伊食到这个会所，伊搁来认真，伊搁讲哦，我是说书人。你会感觉讲啊。当下你甲这个会所时阵，你想要做啥物款的人？剧团十一个员工，其实干那三个人尔，其他的演员拢是合作真侪年的朋友。每一届演出进行的排练，拢是为着要让表演更加顺利、更加圆满。这排练场算讲是咱的起家排练场，是一个咱平常是咧做梦的所在，大家做伙就是甲咱的梦想来互伊实现的所在。破破传统的思想。用戏剧的元素，生出家己的风格。剧团希望囡仔生出自信甲家己的特色，用表演去思考生命教育的意义。记者罗敏珠、梁新伟，新竹报道。
法国地质专家韩素叶在世之前长期投入咱台湾华东在做研究，即马纪录片导演谢怡透过伊留落来珍贵的手机簿啊，甲资料用纪录片来笑脸，感谢伊对咱台湾的付出。One of these fossils is this one, but it's enough to be sure that this is marine, and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法国已经过身的地质学家安索耶，1981年头一摆来台湾当埔了后，就甲台湾这个外地质教学结缘，佮确立地上断层是活动断层。为了想要知道池上断层，它是证明它是一个活断层，所以它在池上断层上面，尤其在池上这个地方安置了5座潜变仪。那当潜变仪第一次开始运作启动的时候，他就惊呼说：“我摸到台湾的心脏了，它在动，它在跳。”安索耶对台湾地质研究进出来，1999年，台湾发生主题一大地震，伊也第一时间来到台湾研究调查。对台湾地震洪灾做出贡献。那一年他就来了3次，那他开始真正关心到这块地震对这块土地所带来的一些灾害，所以他后面的20年就开始聚焦在所谓的地震灾害跟大规模崩塌跟整个地震防灾的这个部分。安索耶已经在2010年过身，也不过由我留了30本珍贵的野外地质调查手册，替台湾岛屿地动山河留了亲情足迹。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进前有表示，疫情害今年全世界旅游业上无是了2条美金，即马阁出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会让旅游业阁较凄惨。联合国秘书长进前就捌讲过，伊反对出现变种病毒，一寡国家就提出旅游禁令。疫情冲击全球的旅游经济，旅游业要复苏，原本就毋是遐尔啊简单嘛，真恶。即马阁拄着新的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各国嘛定出新的旅游限制，这嘛让旅游业的情形是哪来哪歹。Such solidarity between countries has defined our joint response to a shared crisis. It is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s our colleagues in Africa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new variant. 南非开普敦的杜兰港，原本应该是有济游览船甲游客。初一这一天煞拢无半人，酒吧甲济景点嘛拢无啥人客。变种病毒奥密克戎伫非洲南部的国家先后发现的，各国小连续定出旅游的限制，和平将对旅游大国的期待煞汹汹拢消失去。But now that this Omicron came up, now we are going backwards again. Yeah, so we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为了阻挡新的变种病毒，菲律宾嘛赶紧打动啊，促销原本为12月份开始。批准有注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的政策，这嘛让长滩岛的画家阿伯托是感觉真失望，因为伊靠卖画图的作品，让外国游客来生活。最近这2年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伊的经济。Mag-okay na ulit, bumalik sa normal, magtuloy-tuloy na yung ganitong negosyo para makabangon na ulit ang ekonomiya, yung kabuhayan namin dito. Let have got be so doing got a suisu per pingong. Go got in with Omicron, do it then got gar, she do you gim ding, them number gong bay, mabo how go, but do call that do you do kay gam chill. With a virus that is truly borderless, travel restrictions that isolate any one country or region are not only deeply unfair and punitive, they are ineffective. Let have got say gong gong so j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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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t,全球的旅游业是减2条美金的收入，差不多是台票55条。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气候变迁害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土地打屁屁，即马当地按算要伫小范围内种树啊、种草啊、种一挂植物来防止沙漠化。农民自果子树啊顶头采收烤柳丁，这是塞内加尔西北边一个所在无大的村，也是被人叫做萨赫勒地区的一部分。萨赫勒是一片真快的半荒无区域，为了要防止气候变迁加速沙漠化，自2007年开始一项计划，要做一条5000英里的绿色长城，沿过已经过10几冬啊，这项计划只敢完成4%。若是要伫咧2030年达到原定目标，一个爱430亿美金，严格因为疫情，全世界经济衰退，国家无可能，所以政府甲民间组织，即马伫咧上一项小规模的正式计划，用种绿色植物来帮助当地村民建立果子园，若是防止沙漠化，也予村民有收入。Aujourd'hui, on est à plus de 764 000 arbres qui sont là, soit sur des vergers,
soit sur les dunes, soit sur comment dire la protection de Filao. Donc ça c'est le projet qu'on appelle programme de reforestation intégré. Donc on l'intègre à l'agriculture. 芝麻街的店大概社区八百多间，伫附近已经形成一条绿色带，近三内加尔八成以上的蔬菜。 ont été à la base de cette destruction massive que l'homme a fait de la nature et que les conséquences sont là. Donc, il n'est plus question de dire il faut préserver pour nos enfants. Aujourd'hui, il faut dire si on ne préserve pas, on aura des problèmes et on commence à les avoir. 惠州开发银行执行长阿德西纳在COP24的气候大会讲到组织沙赫德地区沙漠化的重要性，也在会议中承诺五年来会募集60亿美金，继续推动绿色长城的计划。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 世界真心色，镜头来英国。亚丹在台北购物啊，即马伫英国伦敦的市中心已经有侪侪亚丹树。今年有一丛是环保的亚丹树，顶头吊架叮叮咚咚，拢是用回收来的废弃物做的。圣诞节就即要到啊，伦敦金融城的市长特别来点到即丛采伫咧伦敦市中心的圣诞树。即丛圣诞树真特别。 We can create something, a wonderful work of art, something that looks very striking with that message of 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Christmas,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make your Christmas a bit more sustainable. 这张圣诞树的材料拢是来自路边的清洁人员、甲废弃物管理公司回收的粪扫、铁、甲阿鲁米的管仔、塑胶管仔，一个电子产品、耳机、机耳卡、甲电脑散热的风扇。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change behaviors and patterns and habi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at's really where it's at. 这张回收垃圾做的圣诞树，因为造型真特别，真侪人是特别走来翕相拍卡。Something you see commonly, you know, on the street, but to see it in this kind of presentation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Probably won't have it in my house, but it does send a message, especially given what is currently happening. 另外，伫英国首相强生在动龄过十个外口，强生特别出来听一阵伫圣诞舞的囡仔演奏乐器甲唱歌。 出来就是大家上期待的点到圣诞树。虽然即马各国拢伫咧严防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不过英国政府鼓励民众一旦安心，甲出来的人过节，未采取更加严厉防疫措施。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 天气，无你知，加上今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十几度，上悬二十度；中部的温度上加十几度，上悬二十三度；南部的温度上加十几度，上悬二十五度；东部的温度上加十三度，上悬二十三度。 外岛的温度是13度至21度。最会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